胸、二头、三头、腹肌、腿吗？蹦极。有以前跳舞跟这个一百两百。不会。舒服为主。运动已经是好一阵子之前的事情。可能高中的时候有自拍过吗？应该有哦，跑步的时候。大背头。充电，充手机。没有习惯穿睡衣，一直都想拍戏。没有。